长姐姐，漂亮，独一无二，小仙女儿，可爱，女神 real， 可萌可散。弟弟们真是太可爱了，非常期待这一次的合作哟！终于要和帅气的弟弟合作了。10月30日晚8点，江苏卫视《1001夜》，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哦。